接打门，不久又脱手，啊，球进了。突入禁区里面，这叫大门突进了。啊，中国队同样也下底传中了。他们说是边路也很大，这个赛季是被哎，这个球送得好啊！兰科外围的小远射，可以。这个球经过，看看这球禁区里边还有机会突进吗？哇，比赛打了五分钟的时间。在球的传球空间再补射，这个球。这一段顶级联赛的故事要结束了，先来看这个球，一个挑射，哇，四波千斤，这球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是。好球，廖军胜，自己起速，给到门前，穆谢奎五比一。啊，这球廖军胜在拿球的同时就一推就能进球了。会面对门将，带传打门，球进了。这下队友啊，这下呢，感觉有点像是过人没有回击的。看一下，又是后防，面临禁区的发射出来。好球啊！这个球头球如撞成锤一般，最后再来打。这两个的反击打起来，这个是个好的机会。这球其实传的不错，线路上是找到了。稍微大了一点，不过还是没有得到。啊，到后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。第十二分钟，比赛的第十二分钟，在这个红色的位置，靠上。直接抵了雍正，雍正在等龙宇上来，再传到禁区内，投射攻门，这次。右脚在传，这个落点不知道。然后玩一个二过二，出现了失误，倒在了禁区之内。再给到右边。黄世博，另外老将李威啊，这个赛季呢，在浙江队，球迷对他无比信任，突然这场比赛连三个进球，突然让他打替补，打中外还有程建川，这个不错，程建没有泰山，这两个球队都是我们国内在青训方面做的比较不错的俱乐部，很多队员都是出自自家。给的漂亮，或者说是防守队员出现走神了，哎，后腰位置把球断下来，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下来，再分右边。姚军胜这次顾斌跑到了一个空位，顾斌来到禁区内，然后打了头球，这回的中场球还在队友的脚下，直接送一个球，三位。在下一个，以少打多打。
冯约，不停就直接给顾斌叫下，进九个球，而且呢，说句实话，这九个进球当中还都挺精彩、挺漂亮的。获胜一方的浙江队可以说士气是非常足，看看这次中路。接下来的比赛，超甲、超乙以及超冠的对决当中，国安是被中冠的球队点球淘汰。而这边结束比赛，武汉长江又拿到比分，碰到右边，再转移到左路，好的，钟浩然的拿球，回敲过来。传给坦克姚军胜，看看这个球反掉到禁区。是下半场比赛呢，其实更多的会让球员适当的去前提，这是比赛战术策略上的一些转变。但是因为球员能力啊确实有所不足，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。这球还能进吗？中间再给啊。换下了王彤，什么的两个右后卫下去了一个，换上一个边前六，这边乌秀奎左，首发的机会打比赛，表现非常出色。但是比赛面对后面，海港面对泰山的时候，现在是还是派出了非常外援阵容。不好，还地上回传球出现了一些问题。